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瑞爷，好久不见了。那我们今天来验个血，然后明天开始呢，我会开直播，然后直到这个出国。我24号会出国，然后每一天晚上都会开，应该可能下午6点或5点就开始开吧，开到小帮手回来这样。那我们就来验个血吧。然后明天会开始 PO 那个家族联赛的地图，瑞爷帅帅有打给大家看每张图最快的速度的跑法，那我就会每个都丢上去，有需要练的自己去看一下。然后还有那个做那个洛钦跟其他角色的比较啊，这个拖了很久，抱歉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终于回来了。云光华师这个东西有用吗？我们检查一下哦，我已经忘记我这个角色要不要，我记得是没有用啊。我记得我的套装里面是没有云光华师这个选项。哎，果然是不用啊，要玄羽剑穗跟这个七绝琴啊。不过那个华师其实比较强，不过我一勾的就这个。很严重哎，好，那我再来验最后2张，然后明天就开始来练那个图，还有其他的东西啊，我来验一下，看有没有好东西啊。验一个，这都没用讲，再弄一个，哎呀，醉翁词吧，烂东西。OK，这个验血非常失败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明天再来打三三跟疾风，还有弄一下其他的东西啦。我们明天见了，拜拜。突然想起来，这个洛钦十连抽可以抽一下，来抽一下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抽到啊？那我这边是这个一直都抽不到，很尴尬。那我们再来抽这个十连抽暗蕊，你们有这个免费有中吗？有呗啊，没有。好啦，这个是烂游戏，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游戏给关掉了。哎，好想抽哦，受不了，因为我差一只就二命了啊，这个一定要抽起来啊，中一个金光。好，白痴游戏，拜拜。